我很晕啊，现在很懵。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我们两个都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在拍电影上面好像一直都不是被最先讨论的重点。我们两边走走之后，大家会开始讨论电影上面的东西，不讨论的至少会一个礼拜吧。不是会发在 IG 吧？那直播吗？不要不要，跟你讲，会讨论我的表演，不要讨论我。我们放一下声音，让大家知道最佳导演有可能是谁。九把刀，叙事风格。准备我完全没有啊！而且你还偷人家去年的梗来用，什么梗？谢谢我的女主角王静跟宋颖花。对，不是，这不是是 SOP 啊，一定要感谢。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完全没有想到，我很晕啊，现在很懵。这个是今天可以带走吗？可以。那部电影真的很优秀。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们来，我们两个都蛮重要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在拍电影上面好像一直都不是被最先讨论的重点。对，大家都比较讨论我们的新闻、我们的人设啊、我们的等等，对，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之后继续做影视产业还是蛮大的一个。我们两边走走之后，大家会开始讨论电影方面的东西，不讨论的至少会一个礼拜吧。还是你知道我是柯震东？很帅，本人更帅，本人更帅。应该是成熟吧。我觉得他的那个内敛成熟和稳定性越来越好，一定会这样的。随着年龄，然后他的理解，然后视野更宽广的时候，就是好像在跟学生讲话。其实因为我刚才我真的当下真的喊到我名字我都是空的，所以其实当下没有想那么多。但确实是从11年前到现在第二次得奖，有一种就是觉得。还是一个法则啦，就是拍电影的当下很愉快，然后整个团队的气氛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这部电影一定会得到好运。我刚其实也是有点昏昏的，我没有想这么多，所以他说他很晕，其实我有点昏昏的，所以我也不太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再重讲一遍。台上那么乱，对，有一点。前面那些讲的这么，那些得奖者都讲的那么猛，我就会发在 IG 吧。那我不要，跟你讲，讨论我的表演，不要讨论我。Thank you.